欢迎收看有评有测，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直一大五哥。感觉距离上期视频过了没有一年，也得有一个月了。那时候还是荣耀 Play 呢，只能说现在这日子吧过得实在是太快，还是以前好。从前车马慢，通讯很差，一生只够测一个手机，这你说稍微一溜号呼隆呼隆的过去一大堆了。行吧，我知道这种史前巨作定然是没人看了，估计也已经有一大堆本机在手的同学了，但考虑到价格确实不菲，若还有对本机感兴趣仍在考虑中的朋友，全当多一参考看热闹。我们一起来简单了解了解这四年磨一剑的绿厂年度巨制 OPPO Find X。本次我拿到的也是最常见的8+128GB 存组合波尔多红配色版本。首先这个包装虽然谈不上别致，但绝对是今年以来我见过最讲究的。好家伙，藏蓝加御用黄，织布纹理全覆盖。要不是事先知道这是 OPPO 家的，我还以为是故宫出品呢。满满的皇室气息，外带中国风，可以说这波情怀格局很大。哎呀，设计师感动不？是不是满网就我感受到你的用意了？包装内部首先依然是附件盒，比较残念的是虽然憋了这么久，但我这台好像依然还不是完全的零售版，按理说应该有个壳，不过我这个没带。除了说明书只有一个 Type-C 音频转接线，其他相信大家也都能背起来了，标准的 Walk 闪充充电头，然后也还是那个熟悉的犹如苹果走错片场了的耳机。不都说这根数据线嘛，得吹一下，可是真粗啊，粗壮有力，一看就绝非俗物。印象中好像除了1+6的那根，也就属这个看的最瓷实了。入网贴贴在了保护膜外面，舒服，细节好评。背板真的实在是太漂亮了，要不是有 BGM， 此刻大家应该会听到我第一眼看到时的由衷感叹，就是那种肯定得逼掉的那种。Find X 上手第一感觉似乎远比最开始我看网上图片时想象中的要纤巧一些，虽然 6.42 英寸相比 VO Nex 的 6.59 也没差多少，但体积上最直观的感受是绝对小了一圈。这种近乎绝对的一体性与精致之感，也有点让我想起了当年的荣耀 Magic， 而点亮屏幕后给人的这种视觉冲击，可以说甭管你之前看过什么类型的全面屏， Find X 都仍然能让你眼前一亮。实测整机裸重将近189克，同样也要比 Nex 略轻上一些。机身长度156.6毫米，中部宽度74.27，顶部伸缩部分74.18。相比机身窄了差不多0.1毫米，中部厚度9.4，顶部则为9.6，底部只有8.86毫米，相当于整体机身其实是略微楔形。对比 iPhone 10，只能说实在是太爽了。暂且抛开升降和刘海两者谁更合理不谈，视觉上 Find X 实打实的超出了苹果一个代级，而原本以为仍会有些许影响的 Find X 的微下巴，似乎也已然可以完全忽略不计。没想到喊了这么久的全面屏，终极形态竟是由 OPPO 完成。前后面板 AF 涂层完备，这个应该不用具体试了，单凭手感也可以感知得出来。接下来还是只能硬着头皮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吧。坦率讲，这种滞后太久的内容真心有些难拍，老觉着好像甭管说点啥，大家其实也都早已了解比我清楚，如有不当之处还请多多包涵。首先个人感觉 Find X 的前后玻璃面板并不单纯是 2.5D 或者说双曲这么简单，严格来说应该算是四曲面 3D 玻璃。前后面除了双侧大弧度向中框收拢外，上下两端同样也是具有一定弧度的，极大增加了机身的圆润柔和之感，视觉上也进一步给人以纤巧的感觉。结合双侧大弧度中框，握感加成自不必多说，摆脱了以往正握 OK 反握崩盘的尴尬毛病。美中不足，正面上下两端塑料屏幕支架，尤其四角处也的确仍存在高度过高以至于有些割手的情况。难道这个刘海都去掉了，这个却还搞不定吗？经过仔细揣摩可以看到，其实这个也是个没办法的选择，当然也可以说几乎完全是本次升降结构的锅。这部分升起之后，上段前后面板就会变为完全悬空的结构，而这个支架则成为正面相对较为脆弱的超窄边框屏幕边缘的最终依托。如果单纯追求手感或者美观需要，碎边或者说碎屏显然无法避免，至于背板这部分
的塑料边是装在升起结构上的，除了确保视觉对称以及补齐缝隙外，并没有太大实际意义。至于收起升降结构之后，仍能就是一摁就呼扇就动，这个个人感觉倒是影响并不大，对于小力度撞击反而会有一定缓冲的作用。至于大力度嘛，这个毕竟大力出奇迹，除非金属机身，或者说 Moto 曾经搞过那款堪称变态的 X 级，市面现有机型肯定都会报销，也没啥可争议的。另外 Find X 周身还有一个比较巧妙的点，就是继承了之前在 R11S 上下边框搞过的这个一点也不像月牙的叫做月牙弯的凹槽。那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是像宣传中的那样提升了美感？个人觉着这个说法其实是有点扯犊子的。月牙弯真正的目的是反凸为凹，既避免了生硬的直上直下，也极致收窄了上下边框，放在 Find X 这样一款强调终极全面屏的机型上实在是再合适不过。要说在机身边框这个问题上吃亏最大的，恐怕就要数小米的 Mix 2了。这也是为什么当年二代看起来反倒要比一代边框宽了很多的主要原因。至于 VR1 对于手感有没有提升，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太大影响。然后光线感应器放在了机身顶部，用起来是否会有什么奇怪的尴尬？实际体验下来，我觉得除非你平时喜欢一手在上一手在下的特殊体位，正常是不会察觉到有什么异样的。Find X 系统针对这部分的判断逻辑是竖屏使用正常光感，一旦切换到横屏则自动锁定转为手动，避免看视频或者游戏出现屏幕忽然变暗的情景。这个就厉害了， Find X SIM 卡插槽几乎可以说是目前我见过的最为精致的了，即使是在舱盖这么狭小的空间上，两侧还进行了开槽，方便抽拉，扎眼的红色防水胶圈宽度厚度都给人踏实的感觉。为节省内部空间， SIM 卡也别出心裁的采用了双面堆叠式设计，小小而别致。至于外放效果，我们依然还是以黑鲨作为参考，简单听听看前方高能，注意调节耳机音量。坦率讲，其实 Find X 的这个升降结构让我感觉最爽的点，并不是完全体的全面屏，而是背板的这个近乎完美的一体性，终于实现了随便抓、满手握、能按脏摄像头算我输的至高境界，攥在手里堪称强迫症福音。不过当然，这个设定偷拍是不可能偷拍的了，这辈子不可能偷拍。除了我这根 Pico Rig， 再淡定的小哥哥小姐姐，看到你这样刷刷来来回回的折腾摄像头，估计也会觉得怪怪的吧。然后一如前面提到的，升降结构与主体机身间难免存在些许公差，我手中的这台宽度要比机身略窄上大致 0.1 毫米，同时双侧边框衔接处如果仔细观察也是可以看到一个轻微的细小缝隙的。此外，由于本次升降传动结构的复杂性，不同于 NEX 提供音效来掩盖天然机械音的设定， Find X 选择直接采用了这个稍微有些大的自然音，具体是这样的。至于升降结构回收时到底能不能卡住，如果卡住了会怎么样，我也是进行了实际测试，似乎不同于早期卡住之后会反复升起落下的逻辑，目前是甭管软硬，只要是卡住了，传动结构就会进行三次大致2秒间隔的持续回收工作，而不会有升起的动作，此后便会直接悬停，如遇外力再次发起回收。同时如果异物在三次试探中有松动的迹象， Find X 便会改为持续发力回收，尝试挤掉异物还是比较智能的。另外我也发现了一个不算是问题的小小的问题，就是如果对升降结构进行小幅度的拉升，并不会触发 Find X 的任何操作，同时这个升降部分会始终处于仿佛松动的 bug 状态，而此时如果强行摁回则晃动幅度会加大，唯一解决办法是手动大幅拉起或者开启摄像头进行一次全套的升降流程，看来这个电机的灵敏度还是存在些许局限性的。
由于本次结构光人脸识别的加入，额头部分开孔较为密集，由左及右分别设置有红外补光灯、红外摄像头、距离传感器、听筒，以及采用索尼 IMX576 传感器的2500万像素前摄。当然，其中除了听筒和前摄外，均做了很好的隐藏处理。此外，比较神奇的是，把主要用来控制通话息屏的距离传感器放在了屏幕下方，息屏强光状态下隐约可见，实测灵敏度也似乎并未受到明显影响。至于升起这部分会不会积灰，类似于早年间的滑盖手机，这个显然是肯定的，尤其是在玻璃与金属边框之间的狭小公差缝隙中，只能说没事多吹吹吧，正常使用影响不大。实测人脸解锁速度与 iPhone 10基本保持一致，甚至可能还要稍稍快上一点。不论光线好坏，解锁时间大致都能保持在 0.6 到 0.8 秒之间，十分迅速。当然，每次解锁都需要有升降的过程，虽然和一般手机体验上并无差别，但由于升降部分较大，时间久了也确实难免还是潜意识中莫名有一点点繁琐的感觉。当然，也不能排除这个可能与使用者性格有关。最后想说的是， Find X 这个结构光解锁方案似乎好像是在识别范围上划定较为宽松，比如说 iPhone 10的话就比较死，需要整张脸完整正向对准手机，并且直视的条件下才能完成解锁，其他一概保持。到了 Find X 上，可以说甭管你是横着、竖着、斜着，甚至倒着，以及遮住半张脸，都能完成解锁的过程。猜测可能是考虑到升降的问题，为缩短时间，一定程度放宽了识别条件。当然，实际用起来解锁也确实方便的多。至于安全性，我觉着反正99%的时间都是用来锁自己的，也足够了。哎呀，我觉得我好像要疯了，叨叨了10分钟刚乐乐到屏幕，也算是史无前例了。 OK， 屏幕部分其实一句话就能概括，夸张点，总之就是目前最牛逼的全面屏。重点是双侧还弄了曲面，虽然曲的没有那么大，但是不要忘了 Find X 用的可是 COP 封装，也就意味着屏幕还得向后弯折，双曲加 COP， 下巴依然能保持这个宽度，实在是不禁令人惊叹。6.42英寸 AMOLED， 虽然2340×1080分辨率下趴在屏幕上仔细瞅的话，的确难免还是会有一点点沙沙的感觉，但个人感觉也已然足够细腻清晰，日常使用中除非死命纠结，否则是察觉不到的。默认色温基本就是最为舒适的 6500K 暖白，没有出现明显的冷暖倾向，无需二次调整，大角度视角下同样较为稳定，只有在倾斜屏幕的这个过程当中会有部分微微泛红的现象，不过个人感觉整体也要比 iPhone 10的情况要好得多。亮度表现，平均手动最大亮度439尼特，阈值设置较为保守，以延长屏幕寿命为主。强光激发，最亮区域可以达到728尼特峰值，其他区域也均能达到600以上，足以保证户外显示清晰。色彩表现方面 ，sRGB 色域下平均色彩偏离5.4，最大8.6 ；NTSC 色域平均色偏4.2，最大则为13.8。最好表现出现在 DCI-P3 广色域下，平均色偏4.7，最大7.1。Find X 整体色彩表现对于 AMOLED 来说已然足够令人满意，同时也要明显优于我们一起看过的 vivo Nex。主摄方面， Find X 采用了1600万+2000万像素变焦双摄组合，同时支持光学防抖，并结合 AI 提供了一套相当智能的场景识别功能，针对不同场景提供适当的增益效果，识别率令人印象深刻。具体效果我们还是一同简单看几个样张。毫无意外， Find X 整体拍照效果还是倾向于艳丽风格，但是比较令人欣慰的是，不同于时下流行的效果不好、颜色来凑的歪风邪气，可以说是浓艳的并不过分，甚至能给你一种恰到好处的感觉，完全没有那种光灯上来一下子给你艳的连亲妈都不认识，以至于景物边缘颜色都溢出了的油画风格。光线较好条件下，相比 iPhone 10几乎没有什么太大差别，但由于颜色上有一定的加成，反倒看起来更为通透，画面色温也保持了出色的稳定性，大光比场景下对宽容度的把控似乎也要来得比 iPhone 10更为细致合理。不过到了弱光环境， Find X 似乎表现的就并不是那么十分的稳定了，某些场景下存在强行拉升暗部曝光的倾向，以至于噪点忽然飙升，当然大多数情况下表现同样还是令人满意的，符合旗舰应有水准。配置方面，这个就彻底没啥可说的了，骁龙845，我手中的这台是8+128GB 存组合，废话不多说，咱先直接跑分。首先存储独显符合顶级旗舰水准，没得挑，然后就比较玄学了，对比同等配置的黑鲨和 vivo Nex， 不论是 Geekbench 还是AnTuTu， 怎么跑 Find X 都是给人一种很克制的感觉，要么比黑鲨低一丢丢，要么比 Nex 低一丢丢，总是在中间打晃。然而当我以为可能就是这样了的时候，高潮来了，在比较能反映实际使用体验的工作效能测试中，结果堪称灵异，可能是得益于 Find X 出色的系统底层优化功力，这个环节几乎可以说是把几个对比机型吊起来打了一顿，跑出了我试过的所有手机中的最高分，关键还不是单向拉高的总分，是甭管网络浏览还是图片编辑亦或视频编辑，每一项都要高出一头。所以同志们，你们看，也不怪绿厂之前一直不上顶级处理器，感情是这系统有涡轮增压呀。不过当然，这么一个单独测试软件给出的结果也并不能代表全部，我也对 Find X 这个845的调度逻辑进行了简单的探究。首先连续3次AnTuTu跑分，可以看到随着温度的上升，这个结果
果也是逐步下降的，但是幅度并不高，看来似乎好像对温度的控制并不算克制，没有明显光机降频的意思。紧接着以黑鲨作为参照，再次进行高负荷烤鸡测试。测试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于黑鲨大核为主小核为辅来回互补的策略，原来 Find X 采用的是八颗核心甭管大小总之都给我走起来的策略，虽然不怼到满频，但是贵在稳当，绝大多数时间吧，这个大核 1.9GHz 小核 1.6GHz 齐心协力，谁也别闲着。但是话说回来，稳定在家就是想要人前显贵就得背后遭罪的魔咒随之而来。烤鸡测试之后，两者机身表面温度可以看到， Find S 机身正面最高温足足高出黑鲨7度，背面也要高了3度，即使抛开黑鲨独有的散热体系不谈， Find S 这个温度也还是要略高上一些。看来八核起立断金的策略，就双面玻璃机身外加升降结构来说，还是造成了不小的压力，不仅没克制，甚至有点激进。具体信号方面的表现，手机信号黑鲨要稍稍好一点点，两者相差不大。 WiFi 方面 Find X 还是十分强劲的，毕竟玻璃背板非死亡之握状态，甚至还要稍高于黑鲨。游戏环节，本次我先找来了目前比较吃配置的方舟进行了简单体验， Find X 足以应对最高画质，但是受限于大核满频时间较少，整体还是只能大致维持在24-5帧上下，参照主黑鲨情况要略好上一些，同样场景大致在24-5到30之间，不过一旦钻小树林也同样面临24-5的问题。这款游戏果然有点狠，看来要优化好的话仍需时间。常规游戏依然是刺激战场 HDR 高清加超高帧率，并开启抗拒式关闭流畅自适应。实测 Find S 的表现要超出预期，既没有出现 Next 上出现过的后期有些降频的问题，也没有出现帧率大幅抖动的情况，确实要比之前我预想的稳定得多。不过全程小幅抖动的现象还是比较密集，好在基本都在39-40之间，仅为一帧的抖动，偶发最大也只有2帧，表现比较稳定。只有一点稍微有些玄妙的是，内存占用比较高，相比一般的845机型差不多要高个200来兆左右，好在 8GB 大运存也是可劲造系列，倒也没啥影响。受制于有限内部空间， Find X 内建3730毫安时电池，刺激战场一局26分钟，消耗电量12%，中规中矩，略有些偏高。不过就我使用情况来看，正常中度使用，一天续航还是绰绰有余的。室温26摄氏度条件下，正面最高温出现在右上部，为43.4摄氏度，背面最高出现在左侧靠上位置，为41.2摄氏度。看来 Find X 升降结构对散热确实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就正面最高温高于背面这点来看，散热设计仍存提升空间。充电方面 ，Warp 闪充自不用多说，10分钟充电。16%，30分钟44%，1小时05分即可充值90%，最终充满后是1小时28分钟，表现出色。其实想说的大概在 Next 那期也都已经说过了，但今天是 OPPO 主场，还是要总结一下。首先 Find X 是绝对并且毫无争议的对得起4年的等待。原本我以为沉迷于中低配置疯狂砸代言捞金的 OPPO 早已无法自拔，忘记了甭管做人还是做手机，终究还是要有梦想和追求。不论是由于市场出货量下滑的倒逼，还是因为消费升级想拉升利润空间，我都非常欣喜，甚至怀着有些激动的心情能看到 OPPO 带着 Find X 这样一款极具魄力的机型来给我这一巴掌，啪，看到没，这才是老子真正的实力，别说没给过你们机会，给了你们这么多年机会你们也不中用啊，等得我代言人都没啥可找的了，结果全员屏的终极形态还得自己出马。开个玩笑，这不是鸡生得意马蹄疾吗，且吹且珍惜。然后回到我手机，得益于升降结构的加入， Find X 一体性近乎无可挑剔的外观，在宛如珠宝般背板的加持下，目前看基本已然确定是今年最佳。双曲面超窄边框 AMOLED 极致全面屏，即使抛开震撼的视觉冲击，显示效果也是可圈可点，加之结构光人脸识别，外带强大的自拍以及拍照能力更是日常强项，顶级的硬件配置更有足以应对主流大型游戏的还不错的性能表现，可以说除了散热仍有待提升外，无不透露着老道而细心的考量，一定要和 Next 比个高低的话，个人认为 Find X 确实略胜一筹，这机保熟。不管今后全面屏还能如何进化发展，升降结构是昙花一现还是能成为主流方案，起码就在当下来看， Find X 就是未来。OPPO Find X 目前正在京东商城热销抢购当中，应该这两天还会抢购一波，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 OK，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看，我是直击大五哥，我们下期再见。